确也他有被我们留置，现在暂时正在调查中，这是事实。好，就根据这个黄立强的部分呢，他这一部分我想当然就涉及侦查的内容的了哈，比如说牵连性啊，各方面怎么样，这个涉及侦查内容，这个我也就不能讲了哈，所以我这部分跟大家说明一下哦，因为这属于侦查中的秘密。那事实上的确是我们有留置起来在处理啊，在侦讯中有收押可能吗？还是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要检察官跟法院来做相关，这个我不能替他来，因为司法在这边是独立的，我不能替他来做臆测。所以目前掌握的讯息大概目前掌握的讯息大概他们正在侦查中啊。好，当然有，如果检察官认为有部分可以公布，就由检察官来做决定，因为这部分还是属于侦查中，必须检察官去做他们独立的判断。好，那我们包括我们的警政署、移民署全力配合，这一部分是这样子。所以特务的情资也是算这个，我们都会尽量配合检察官来做相关的侦查动作，这一定会配合。